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43页，743页第一行，第四，问答解释。问曰：若备修万恒，这个备就是具足啊，通通都修，能感菩提，得成佛者，何故诸法无心经云：若人求菩提，皆无有菩提，是人圆菩提，又如天与地。下面解释。是曰：有人根据《诸法无心经》中所说的，若人求菩提，皆无有菩提可得。此求者呢，乃圆立于菩提，如天与地者相隔远啊，天地距离很远啊。如果有人求菩提呢，菩提得不到，这个人跟菩提越来越远。那么既然如此，经何云啊？现在这个经上跟我们教给我们的，修万恒，难得菩提之果而成佛也。这是问的意思。下面呢，答这一大段，都是道卓大师啊，他《安乐经》里头啊有这四段，这是最后的一段，第四。我们看道卓大师的回答：菩提正体，离求无相。菩提是智慧，翻成中国意思智慧。智慧是什么样子？
他没有形象，他不是物质形象，也不是心理现象，啊，也不是自然现象。怎么能得到？它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菩提就是智慧。智慧德能相好，自性本具啊。不是从外头求得来的，心里头真正清净的。我们经题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就是菩提。啊，菩提从哪来的？从清净心来，平等心来。心不清净，菩提不见了，迷了。心不平等，菩提也没了。所以清净平等，菩提就出现，自然出现。啊，清净平等不是菩提，清净平等能现菩提。啊，那么清净平等是定，清净心是小乘的定，阿罗汉辟支佛达到的。他有小悟。平等心是菩萨的定，是大定。啊，证得平等心，大智慧就现起。啊，声闻缘就是小智慧现起。清净心它就现了。啊，好比池塘里面，啊，我们中秋节快到了，晚上看池塘的月亮，这个池塘水是浑浊，又有波浪，就看不见月亮，看不见。如果这水干净清净，水又没有波浪，没有波浪平等，这个月亮显在里面，跟天上完全一样，啊，它就现了。啊，月亮在水中落的影子是本有的，只要水清净，只要水平等，啊，菩提，菩提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处不现，啊，问题就是要清净平等真心，妄心不现，真心现，所以阿赖耶不现，啊，阿赖耶是染污，阿赖耶不平等，啊，他现烦恼，阿赖耶里都有知识，没有智慧。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不是一桩事情。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菩提的体就是自性，就是真心，就是实际，离求无相啊，无相它就现了。那你今天做相求着相啊，做清净相，做平等相都不行只要有相，心就不清净，心就不平等啊，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哪来的菩提？
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全是立相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啊，怎么能着相呢？不着相难。我们起心动念都有相，分别执着都有相，不着相难的，八万四千法门都要不着相才能得到，连小乘都是的。小乘你看头一个破身相，身在啊，可不能执着它，知道这个身是假的，刹那生灭啊！现在我们有这个概念，这个身体的相，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的生灭，它怎么会是真的呢？啊，一秒钟之前的我，跟一秒钟之后不是一个我。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以前我们没这个概念呢，看到经文囫囵吞枣，打马虎就过去了，啊，现在我们都了，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度了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这个概念有了啊，不是分分秒秒在变的，不是啊，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次的生命，哪个生命生活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凡所有相通通是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秒在那个地方的生灭相。所以没有一种相是真的啊，只有在一真法界，在十报庄严土可以说是真的，是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都是在1600兆分之一秒的状况之下生灭。啊，这哪里是真的呢？啊，所以我们要求，着相求，全都错了。今着相求呢，不当立实，跟事实真相不相当啊，就不相应了、啊。故名人云也，这个人。跟菩提距离太远太远了。是故经言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在大乘经上说的。啊，我们有心去求，求不到；我们以身去求，身也得不到。啊，底下解释，菩提真正的本体。切理则无一切相，从理上讲，理者呢，实际离体，实际离体就是真如实相，实相无相啊。这是讲从体上说，实相无不相。是从作用上讲的，说行人、修行人，若作相一求，
啊，着相去求，亦成菩提之果。于求菩提的方法，此均是法旨。啊，这都错了，法旨啊，法旨。我们参考资料第十三页，啊，《佛学大辞典》里面的术语，两种执着的一种，两种执着，一个是人我执，叫法我执，这两种。啊，固执心外有为无为之实法的妄念。啊，以为心外，啊，有为法是有，无为法也是有，以为真的有为跟无为，这全是妄念。啊，有为无为，诸位读过《白法明门论》，你就晓得，白法里头就讲这个。原来是弥勒菩萨造的，瑜伽师地论啊。分析事出世间一切法，弥勒菩萨把它分成660法啊，天亲菩萨还以为太多了，对初学的人来说很不方便，把660法再归纳成100法，啊，相宗，法相为识，入门教科书，啊，入门必读。那么这100法里面分五科，分五类，就是五大类。第一个是心法，啊，八个心王，就是80。第二个是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就是心王所起的作用啊，心所起的作用叫心所，51个心所法啊，这是属于心法。心法之外有物质啊，物质呢，归纳为11个。六尘。六根，啊，这个五根。因为根里头啊，第六意识，它是属于心法。不属于色法啊，色法之识，五根眼耳鼻舌身加上六尘啊，色身香味触法11个，24个不相应，不相应呢，与它不是心法。它不是心所法，它也不是色法啊，但是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啊，这叫不相应，就是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相应，不跟色法相应，所以叫不相应。用现在的名词来说，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事实啊，但是它有，不能说没有啊。比如说时间、空间，
这都属于不相应心法。啊，有24个。最后一个叫无为法，无为法有6个。啊，所以前面有为法，4大类，合起来94法，加上6个无为，百法。这个百法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方便说的，可别当真啊！啊，当真怎么样？你就执着了。你看，你以为是真有，说二乘之人，虽断我执。啊，我他不执着了，放下了。但是不能决此法执。这个办法他认为是有的。啊，大乘菩萨了，才渐渐断执。啊，我执，人我执要放下，法我执也要放下，不放下通通是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了解诸法实相。唯识论啊，成唯识论第一卷说，有我执法执，有我法执，这2种执着，2障俱生啊。啊，这个2障是什么？这不能见不到事实真相了。烦恼障、所执障，啊，这个人我执障烦恼障，法我执叫法执障所执障。啊，所以2障俱生呢、啊。那佛就教我们破这2种执着。菩提心论曰：二乘之人，虽破我执，犹有法执。二乘声闻缘觉。我执破了，他有法执，所以他不能见性。啊，他还要在四圣法界里面把这个法执放下，他就能超越十法界了。法执没破，十法界出不去。啊，那我们就晓得。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在那里破什么呢？在破法执。啊，我执破了，超越6道轮回。我们要记住啊，常常有个我，什么都未到我，出不了6道轮回。大乘小乘都不能成就，学来学去都是学一点皮毛知识。今天美其名曰佛学，如是而已。与了生死、出轮回毫无关系。你这个问题多严重！
出国须陀洹就要放下身见了，不能把身体看作我。知道身不是我了，心里头没有身是我的这个念头了，才能证须陀洹果。心里头还执着身是我，永远是果是相嘛。他是出国相，没有办法真的出国。我们修净土可以待业往生，这个执着能待得去，可是总要记住，带得越少越好啊，越淡薄越好啊，不要太浓啊。往生才有把握。有我执的人，往生最怕外面环境干扰。这个印光法师文钞里头提到一个老修行念佛人，念得很好，往生的时候一些同修送他往生助念，在他往生的时候正在紧要的时候，好像是他的家亲眷属忍不住哭起来了，这一上身哭起来舍不得他走了，他没往生又回来了，就搞轮回了。印光法师对这桩事情很惋惜，真可惜，你看看，家亲眷属不能忍受，放声大哭，完了。这个就是我执的这个情执很重啊，每个人都有。这不是好事，真是麻烦呢。不能不断。要真的把它断除。它到时候真起作用，真干扰你不能往生。这一生空过了。所以我们明了这些事情，佛千言万语劝我们放下，应该放下，不要执着。所以我们要不要求菩提？要求。不要把要求这个心这个念头放在心上。所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就对了。无坐不放在心上，坐不坐真干了。
啊，我们今天真干的，比经上讲的是容易多了。我们真干叫信愿持名。啊，对这个世间法绝不计较。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要用平常心看待。啊，别当真，知道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啊，不能做与信德相悖的事情，那这决定不能，决定有害处啊。好事可以做，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变成福报。好事做多了，来生大富大贵。啊，更大的福报，人间没有，到天上去了。啊，不究竟呢。不究竟的事情太多了。10000个念佛人。往生的只有3-5个，这是60年前李老师说的。今天这个环境，10000个人大概只有1-2个，你就知道多少人因为放不下，没能往生。我们的要清楚，啊，那我们是有了法执，就是着相，也就是着相了，啊，自立于离体之实际，我们跟离体。跟真如自性越去越远了，故云不当立时啊，此人皆缘立于菩提，他是想求菩提，结果跟菩提越走越远啊。下面说敬畏行者虽知修行妄求啊，寥寥实知，离体无求啊，这个就清楚，他明了，离上了不可得啊，但是他不坏假名啊，是故悲修万恨，故能应也。啊，六度万恨，他真干，干怎么样？他不着相，所以就能感应其感应。这感应是智慧现前，啊，烦恼轻，智慧长。啊，断我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就好啊！啊，做了之后，心里面干干净净，心里头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啊，不能叫清净心受染污。不能叫平等心起波浪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叫定功，这禅定的功夫。
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在这个人见到般若了，他已经被般若捆绑了；若不见般若呢，也被捆绑了。为什么？见跟不见都是个念头，妄念都是妄念。这个妄念呢，把你的清净心染污了，让你的平等心起波浪了，波动了。所以见不见都没有啊，都不可以放在心上啊。啊，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解脱；若不见般若呢，是人呢也是解脱。龙树菩萨解释说：“世中不离四句啊。”啊，不离四句者呢，这就是烦恼，就是缠缚；离四句者，那就对了。那就是解脱了。这个四句参考资料里头此地也有说语啊。四句是什么呢？有空以有空分别诸法，谓之有而非空，是第一句，这是有门。反过来呢，空而非有，这是第二门，空门。再反过来嘛，一空一有一空，这是第三句。啊，一有一空门。再反过来呢，非有非空，这第四句。啊，非有非空门也。有无之法门，尽于此啊。啊，这四句就说尽了。那么就一、一、有、无等而分别之，也如是，谓之四句门。又云四句分别。啊，此中初二句叫两淡，后二句叫居，这个居是居非，也叫双照双非。末后三论玄义里说：“若论涅槃，体觉百非也，离超四句。”涅槃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就是实相，就是实际啊，就是菩提，就是般若。你心里头这四句这一句就错了，无论是哪一句，心里头有这个、有这个意思，心被染了啊，心起波动了啊，所以实际离体你见不到啊。啊，那么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上啊。用它来干什么？用它来办事。用它来帮助众生求，但是叫它不能执着。一执着就坏了。
啊，这个地方呢，禅宗里面常说慧吗？慧就是用它不执着它，就会；用了它执着它，错了。啊，为什么不能执着？因为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它即起作用的时候有相，既然有相，就有四句。啊，在教学当中用四句破执着就对了，用四句执着四句就错了。啊，所以用四句不执着四句，这就对了。啊，平常我们五个人，啊，叫个名字答应的，你在哪里呀？说我在这里啊。这里头有没有四句？有啊，不是没有啊。啊，为什么呢？我们都执着。他叫我，真的，我有个我，我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全都落在执着，落在有句。啊，你叫我名字，我答应你真有。啊，我现在真在这个地方，不晓得，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了。啊，你叫菩萨，菩萨也是这个答复啊，也一样，但是菩萨不执着。啊，既不执着这个生生活，也不执着这个。环境是真实的，不执着。啊，没有一样不是假的，没有一样不是空的。啊，这就是人家会呀，我们不会呀。啊，我们修行在那修，就在这想修。啊，就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修啊。修什么？把执着放下啊，把分别放下，那更高的呢，把起心动念放下。大乘经上常说，放下起心动念是佛了，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有，叫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里头就论善恶。啊，论多少？啊，善跟三善道感应，恶跟三恶道感应。我读地狱去了。啊，我少在鬼道出生道，啊，善多没有利欲，善多到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善少逃离天，死亡天。啊，那么这个六道是我念头造的，不是真有，真的是梦境。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佛陀的智慧，他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设之为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说他的速度快，啊，像闪电一样，一闪就没有了。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频率
是1600兆分之1秒。比闪电速度还快，啊！说应作如是观呢，我们应该看整个宇宙，看万事万物，啊，都要用这个方法来看。它是梦，它是幻，它是泡，它是影。绝不是真实的，所以绝对不能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我要拥有它，我要得到它，得不到，身体都得不到，身体是梦幻泡影，如果晚上睡觉做梦，起来的时候，啊，稍稍坐1-2分钟，把梦境回味一下，没有了，立刻回到现实的生活，告诉自己，这也是梦境。我从梦境里头又回来了。啊，还是这个样子。啊，生死是个梦境。啊，死的时候，这个梦灭掉了。再去投胎，又是一个梦境出现了。永远在梦境里头打滚，一个接着一个。啊，总是醒不过来。这就是佛在经教授说的可怜明者。他有什么可怜呢？这就是可怜相。为什么醒不过来？啊，我们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对佛法知道太浅薄了，所以佛法的力量不够，敌不过我们的习气。啊，这就是说为什么佛天天讲经说法，用意何在？啊，即使是一部经没关系，不断重复，啊，天天重复，不要间断，是说帮助我们佛法里面的善根讯息，让我们这个善根能够跟烦恼习气抗衡。啊，烦恼习气是恶，佛法的习气是善。古人讲是常说邪不胜正，烦恼习气虽然多虽然久，它是邪，佛法的习气是正，只要有足够正的力量，就能够把邪打败，啊，我们就能真正醒过来。念佛人醒过来好啊，醒过来是什么地方啊？极乐世界。这是真醒了啊！阿罗汉醒过来，是换了一个境界，不是真醒过来，啊，换四圣法界，还得从四圣法界里再醒过来，不容易啊！啊，净土这个法门妙极了。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了。
啊，会看到许许多多啊，过去生中啊，你的亲朋好友在极乐世界，他们念佛先往生了啊，看到我们都会认识啊，所以我常说啊，到极乐世界绝不孤单，会很热闹啊，通通认识，通通记起来了啊，朋友多，亲戚多，同学多，那个地方没有是非人物，那个地方的人通通是清净平等觉啊，真诚相待，和睦相处啊，在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佛道啊！啊，《大智度论》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龙树菩萨给我们解释。啊，不立四句，四句里头着一句就是烦恼，四句通通远离，你就真正的解脱了，这精求菩提啊，我们现在请求菩提，但能如是修行，即是不行而行，不行而行者，不为二谛大道理也。啊，害怕我们不懂，下面念老再给我们解释。不行而行，就是无求而求。虽知离体无求，菩提无得，可是我们还是求。啊，还是求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不是不知道，不知道迷了那就错了，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我们天天还是在求啊，乃悲修万恨呐，圆满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以感恩菩提啊，心里面日常生活样样都不要放在心上，让清净心常常现起，清净心生智慧，就是菩提啊，心不清净，杂念多，妄念多啊，这就是染污多啊，波浪多，波浪多心不平等，杂念多心不清净，这就错了，这个感得的是烦恼，不是菩提啊，菩提是智慧，菩提是觉啊，所以断恶修善，干，非常认真干，不放在心上，这就妙其中道，这就能得菩提。我们再看下面，次者，安乐集以净土论之处，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凡于法性，
会无上菩提者，现虚圆体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这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那么这三种是跟菩提相违背的，劝我们要远离。第一个，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你看，头一个，不要太过分，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啊，人过分贪求为身体享受，反而坏了。为什么？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对自己没有信心，啊，不知道自己的身心本来是健康的，连今天量子力学家都明了了，啊，医生不能治的癌症，比癌症更严重的病患，这种病患意念可以把它治好，量子力学家都知道。啊，念头纯正的人，在这个时候，啊，医院放弃治疗了，他也放弃存活的念头，啊，就是病能不能好，能不能再活，这个念头没有了，好与不好都放下了，只提一个念头，多半都是信仰宗教的，他做祈祷，啊，求神带他到天国去。念佛的人一心求福，带他到极乐世界去，接引到极乐世界，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个人还有寿命。啊，短短的一两个月，他的病完全恢复了，再去检查，病都完全没有了。这是什么？念头之地。啊，刘素云居士跟我见面的时候，第一次告诉我，他得的红斑狼疮。他没放在心上，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除听经之外就念阿弥陀佛，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生病。啊，一个多月再去检查了，没有了，完全好了，连疤都没有一个，医生感到非常惊讶。啊，认为奇迹出现，问他有没有找什么单方秘方，没有，问他有没有查什么药，为什么疤痕都没有，他说自然好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念头啊，念力的能量太大太大。啊，这是自己本身本自具足的，何必向外求啊？向外求，对自己的信心完全丧失。啊，才向外求啊！
自己居住信心就不向外求了。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佛这些话讲的大小乘经上常常说，我们听了没听懂，不能相信，还是求助于外面，叫心外求法。凡是求助于心外的，是可以得一点好处，但是它有后遗症。也就是外面的力量是有局限的，不是究竟圆满的。究竟圆满一定要靠自己。靠自己最重要就是放下。我们最难突破的一关就是放不下。人必须要像有一些人，也不是玩个个都是。到得了大病重病，医生放弃治疗，这个时候才放下。行，放下马上效果就显现。我们见过美国的修兰博士，他到这个地方来访问过，亲口告诉我们，念力疗法，他这些年来走遍全世界，用意念给人治病，病人再重的病患，他都能把他治好，而且病人不要见面，我们就相信念力了。距离几千里没关系，一样能生效果。他需要病人的资料，很简单。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他的病历，只要这么简单的资料，治疗的方法，他这个资料拿到之后，每一天给这个人做30分钟观想。这就是用念力。这30分钟当中，要一切杂念都没有，杂念妄想统统放下。就想这个人，把这个人想成跟自己合而为一。做这个观想，那么看他的病历，就是自己的病历，用自己的清净心。就是一天，你看30分钟，要连续做一个月。一天一次，等于是连续做30次，病就好了。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他自己好了，再通知那边病人，太好了。不要见面的。大概有四句话，就像念咒一样。为什么念这些句话？集中念力，不让自己有杂念进来。第一个，对不起，
第二，请原谅。啊，第三个，感谢，谢谢你。最后一句话，我爱你。就这四句。啊，这四句也是念半个小时。一句一句接着念，像念咒一样，让杂念不进去。你们有一个东西的话，会有杂念进去。哎，这四句偈的话，杂念进不去。啊，真有效果。真起作用啊。啊，所以疾病可以自己治疗，人只要心善，行为善，这是正法。病毒是邪法，也是邪不敌正。一天24个小时，23小时半有邪念，只有半个重点是正念，那个邪念都敌不过正念，还是被正念克服。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人口70亿人。啊，要多少人的正念能帮助地球呢？啊，他提出一个数字，人口总和1%的平方根就够了。那1%的平方根，10000人都不到。啊，大概是听说8000多人。8000多人的念力，要真正像修兰博士一样，啊，每一天用30分钟，对全世界祈祷，就能够化解地球上的灾难。就能端正社会风气。所以念力在这个20年来很时髦。啊，书店里面关于这些书畅销啊，这是好事情。啊，真正发心，我要做个好人，我要断恶修善，我要改邪归正，我要端正心念，我要发菩提心救度一切众生。如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能有8000到10000人，这世界就有救。这怎么个做法呢？啊，我们想斯里兰卡这个大学要建好了，从这个大学开始，啊，大学里面的学生，我们把修兰博士
请到那边去，把这个做成一门功课。啊，每天晚上有30分钟祈祷，啊，当作一门功课，要大家发菩提心，啊，要断我修善，要改邪归正，要端正心念，啊，要救度一切众生，当作一门功课来做。好事情啊！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信息传给教宗，啊，让教宗说勉励他们的信徒，每一天为全世界做30分钟祈祷，啊，教堂里面有神父带领，肯定。起作用，啊，我们自己得用真诚心为自己消除业障。啊，跟自己的冤亲债主来做协调啊！啊，我们修持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同生极乐苦，啊，帮助我们修持，不要扰乱。这样才好啊！那么我们基本一个念头，这是经上常讲，不求自乐啊，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这个很重要啊，不是为自私自利，为自私自利冤亲债主不会放过你你要不为自身自私自利的话他佩服你啊，他不但不障碍你他会帮助你啊，所以自私自利这个念头非常非常不好啊，我们今天干什么效果不彰都是自私自利的根没有拔掉啊，所以这个是智慧，有智慧才能够拔除，不再搞自私自利了。第二呢，以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要把慈悲心发出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拔众生，拔一切众生苦，这是离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这是让众生得乐。啊，拔苦与乐怎么做法？佛是用教学，怎么教法？身心言教，自己先要做到，然后再劝化别人。啊，教学得不到成果，是你自己本身没做到。你本身做到，效果就卓著。啊，孔子当年在世是平民，他没有崇高的地位，
他也没有财富，啊，是普通平民。为什么教学产生那么大的效果？没有别的，他做到了。啊，做人基本的态度，啊，这是夫子学生对老师的赞叹。啊，学生给老师打分，温良恭俭让，他满分了。啊，孔子一生对人对事对物温和善良，啊，恭敬节俭谦让，啊，谦虚样样让别人，啊，这不是他讲，他做到了。每一个学生都承认，老师真的这五种德行具足，所以相信他的话。啊，接受他的教诲，依教奉行。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要求自己做到？啊，我们学佛三规五戒十善有没有落实？啊，跟大众一起相处六合有没有落实？不求别人跟我合，求我跟别人合。啊，自己没有做到，不要求别人。真干呐！天天劝自己，天天努力学习，大乘佛法常常说到，大乘论心不论事，这是大乘。小乘相反，论事不论心。啊，心上真有，哪有做不到的道理？习气在中再深，慢慢自然会克服。啊，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要让众生得到平安，啊，得到幸福。三者，一方便门，方是方法，便是很适合的方法。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怜悯众生，啊，不要求众生对自己恭敬供养，这也是远离三毒烦恼的好方法。啊，供养多了，贪心就起来了。
啊，没有钱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钱慢慢多起来了，哎呀，越多越好，永无止境。这就造成严重的罪过。啊，过分的贪婪，它不是恶鬼，是地狱道去了。啊，从恶鬼堕到地狱去了。啊，那佛告诉我们，财务，佛教给我们修布施。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真的越施越多。记住底下是越多越施，不要留啊！啊，你保留就错误了，越多越施。啊，越施越多。为什么？财富是从是果报，布施是因。天天修因，哪有不得果的道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我初学佛，张家大师教我这三种布施，教我看破放下。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从布施。啊，教我这三种，这都是大乘菩萨法了。啊，三种布施都离不开般若智慧。你有能力辨别，成就真实的功德。那么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向为法。啊，能这样做，我们就远离跟菩提相违背的这三种。啊，下面念老有解释，是曰：三种相违之法，即文中第一个，我心贪着自身。那这头一个与菩提相违背。那么我们要是有这个心，啊，贪着自身，这个人没有智慧。菩提是智慧，菩提是觉悟，他不会觉悟，他迷了。啊，他只生烦恼，不生智慧。那么第二个呢？无安众生心。啊，对于众生的安全，啊，幸福没放在心上。第三个，恭敬供养自身。这三者必须远离啊！啊，那么今天世界的混乱，可以说不少的人就犯了这三个毛病：贪着自身，不顾别人，啊，求人恭敬供养。啊，这就是今天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对治的方法就是净土论上教给我们原理。啊，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对治啊。
这三种方法可以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谐。安乐集里头又说，菩萨原理如是三种菩提相为门，即得呢三种啊随顺菩提法门。前面三个离了，他就得三个与菩提相应的法门出现了，何等为善呢？第一个是无染清净心啊，就是我们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第一个清净，清净心先前了，这是顺菩提门呐、啊。啊，不为自身求诸乐，这个很难。哪一个众生不贪诸自身求安乐？啊，那么贪着，贪着就是染污，不为自身求诸乐，把这个染污放下。菩提是无染清净处，你这一放下，菩提就现前。为什么？菩提是没有染污。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只要你不为自身求安乐，它就现前。啊，清净就现前。若为自身求乐呢，那就为菩提门。菩提门关闭了，我们是要菩提还是要烦恼？如果要菩提，为自身求安乐这个念头要放下，自身应该怎样？学菩萨，望经还原观上跟我们讲菩萨四种德，啊，第一个是随缘妙用。啊，我们要顺众生，妙用是妙用不着相，就妙了。啊，恒顺众生，不起妄想分别之处，妙用。啊，第二，要为众生做好榜样，啊，做好样子，唯一有责，不能做不善的样子，啊，要做好的榜样给他看，啊，去度他，让他学习。啊，第三个是讲言语，人与人交接，头一个就是言语，言语要如何制止？
啊，智者是真心，真诚心待人。啊，言语要柔和。啊，最后一句，待众生苦。我们这样做，约束自己，是为了他，帮助他离苦的路。啊，菩萨身心清净，还要持戒吗？还要做出来。啊，三规五戒十善。啊，天天在表演，天天在做。这是什么？待众生苦。大菩提心呐！啊，菩提心就在这些行动里头啊，显示出来。自己知道，佛菩萨知道，啊，凡夫看不出来。啊，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那么第二呢，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立生死苦，即便为菩提。是故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做佛弟子，跟佛学，跟佛学什么？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啊，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这一生到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我来干什么的？啊，我有这个念头，什么时候有啊？14岁。我常常问自己，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到这个时间来？啊，念头的升起，我14岁失学，啊，家庭生活困难，交不起学费。失学了，啊，去找一个小工作。14岁还没有成年呢，那童工啊，啊，赚一点钱能养活自己，自己非常节省，啊，还能节省一点钱呢，寄给母亲。啊，我尝到人生的苦啊！啊，苦里头就产生问题呀、啊！啊，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就知道很多道理。这个道理不是学校学来的。是在生活经验当中体会到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是因为家庭贫穷，交不起学费失学的啊，我就想到教育非常重要，国家应该啊有一笔专门款项来付学费。
啊，让所有的在读书年龄这个学年当中去啊，满足他的需求啊，不能让他失学，那就是国家来付学费。像今天斯里兰卡这个样子，我14岁的时候想到的问题，哎，他们全国做到了啊，那我要在斯里兰卡就不会失学了。啊，他们学生读书全部国家供养。啊，在学校里吃饭，学校里发给的服装衣服。啊，所以学生穿的是一样的，吃的是一样的。啊，是有贫富，但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要有贫富。完全是平等的，这个好啊，让小朋友啊从小就有一个亲近心、平等心其实每个国家都可以做到啊，把那些不必要的科学技术的开销、军备的开销把它省下来，拿来做教育足够了。啊，我那个时候都没想到这个，想到一个什么呢？啊，国家向人民要有一个专门为教育的税捐纳税，这个钱的时候专门供给学校啊，用比例他的收入1/10，那这个税是教育税，不论什么人都要拿的，只要你有收入你就要纳税，专款专用。我想出这么一个办法啊，钱多的人多捐，钱少的人少捐。啊，小孩上学一律是公费。啊，从小学到大学，我想这个问题啊。啊，我在斯里兰卡看到非常欢喜。嗯，14岁的梦想那个地方实现。啊，所以这个安亲近心很重要。啊，这是为拔一切众生苦。啊，菩提安稳，让一切众生有一个安稳的环境。现在讲平安稳定。啊，中国政府大力的在提倡啊，稳中地有。啊，社会需要安稳。啊，不安稳就动乱，动乱人不能安定。啊，我们是在动乱生活当中长成。啊，所以我们对于动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啊，若不作心，这就是如果不发这个心，啊，不发心，不发这个心。不管众生的痛苦，这个跟菩提相违背。
佛法要求的更深，要求的更大，要帮助众生离生死苦。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没有这个心呢，就违背了菩提。是故，拔一切众生苦，这个苦的标准是六道轮回。如何帮助他们出离六道轮回？这叫顺菩提门。那我们今天有什么能力帮助众生脱离轮回？劝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能脱离轮回。那么学习这部经典，修学这个法门，正是为这个事情啊。这个法门是大乘大菩提心的人修学的啊。不管我们今天是什么地位，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心要紧。我有这个心啊，智慧福报能力做不到，那是另一桩事情啊，不能没有心啊。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有力，我们真会做，我们全心全力去做啊，功德了就是圆满的。第三呢，乐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果，以摄取众生生彼国土，菩提毕竟常乐处啊。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念念希求的。啊，菩提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带给我们是快乐，那不是痛苦 啊。那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把我们居住修学的环境已经准备好了，时时刻刻欢迎我们回去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是回家了。外面很辛苦啊，家里都很温暖呢 啊家里面很快乐啊，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我们想令帮助一切众生得大菩提，大菩提是大菩萨们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用摄取众生生彼国土啊，我们用净土法门，用无量寿经啊，来摄取众生，把这个经讲清楚、讲明白啊，而且自己真修真干啊，那些人看到我们真正干、真正修，而且看到我们现前，无论过的什么日子都非常快乐，他会动心的、啊、
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在美国，我住在加州。我们的四面的邻居都是当地的美国人，我们常见面，见面都点头打个招呼。他看到我们这帮人很快乐，一天到晚都笑眯眯的。他很惊讶，有一天好奇来访问我们，问我们是从事什么行业，为什么你们生活这么快乐？他们看到很羡慕。那我们就告诉他，我们是学佛的。他就问什么是佛？我们就依照经典的意思，用最浅显的语句告诉他，佛是快乐，极乐世界快乐吗？极乐吗？说这个我们要啊，他想要啊。我说佛是清净，清净也要。我说佛是长寿，那这更要了，三个都要。我说好吧，你们把邻居组合起来，我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跟大家了上一堂课，告诉你们怎样能够得到快乐、清净、长寿。很高兴。那么这些都是基督教徒。我说你们星期天到教堂，星期六呢到佛堂。没冲突，教堂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你们到佛堂来跟佛陀是师生的关系，我们称佛为老师，不冲突，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他们听了很高兴。越听越欢喜。这个多元文化呢，要从这里产生一个概念呢。跟这些基督教徒们相处，非常欢喜，没有冲突啊。宗教是可以合作的。必须要双方互相了解，要常常生活在一起。很快就明白了。知道我们是诚心诚意关怀他们，帮助他们，怎样离苦得乐。他们在学校学的那是一种技术，多半是谋生的。在佛教我们这个学会里头接受的，这是精神教育。真正帮助你看破放下，帮助你离苦得乐。所以我告诉他们没有冲突，放心的来。不会受到上帝的责备。甚至我还给他们讲，上帝如果知道你们拜佛为老师，他很高兴。
啊，为什么呢？就像你家长，你的儿女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他愿意跟他学，这家长都高兴了。啊，这个老师有智慧，啊，这个老师有方法，懂方法。啊，没有障碍呀、啊，相辅相成呢、啊。那么此必经常乐，依何而得呢？依什么才能得到呢？要依大义门。什么是大义门？下面说得很清楚：未必安乐佛国是也。安乐佛国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称为大义门。我们中国古时候出现盛世。啊，天下大治，称作什么呢？礼义之邦。啊，人人都守礼，都讲义。这个社会难和乐利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大礼大义，啊，我们世间的礼义之邦跟极乐世界不能比，我们的礼义之邦有典章制度，还约束你，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法律，没有法官，没有听到犯法的人，啊，所以他那个义是究竟圆满的义，成大义。啊，极乐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好？要感恩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不中断。啊，为什么每一天有不少毕业的人啊开悟了，明白了，毕业了，还有很多新来的人，天天都有新来的学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教学就不能中断了，每天都有新的来。阿弥陀佛教学永无中断，所以解决一切问题，教学为先呢。中国古人呢知道，没有做到。阿弥陀佛知道，完全做到了。啊，就是教育办得好，教育把所有的人都教好了，所以社会上什么问题都没有，连法律都不要。啊，极乐世界没警察，
没有作奸犯科的，全靠教育。啊，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国家全靠教育。啊，尤其是佛陀的教育，是他们每一个人必修的课程。啊，全国佛教徒占75%。啊，男女老少，啊，都懂得三规五戒十善八观斋戒，他们真落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社会上没有作恶犯法的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